推推。哇，在这边诱惑他，他一定会撑不起诱惑。哎，打。有没有？就像现在这样。吓死。耶、yeah, ！谢谢你们。啊！他竟然死了，没天理啊！快推推！哎、欸、，I have blue. Please give me blue. 太阳怎么不见？太阳嘞？在吃香喝辣去。哈哈，抓到了。子哥拿蓝的，嗯，等下就变我的了，等下是变我的，来啊，来抢 ，Go！ 哎、欸，等下那里有一只红眼，那是我的，我插的红眼都是我的，好啦，好厉害，三十好多，插一只红眼现在30，没有，我插绿眼哎、欸，插一只眼现在30。因为 Sepo 很辛苦吧，所以后来 Sepo 去 Jungle 了。哎、啊欸，那个，长阿被吸啊不？没带起。渡人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你要、哦、我没有大绝，我怎么会没有大绝？完了、欸，你要被一大收掉了。我已经是被收掉了。你都带那么多血，一根都不差。耶、yeah! ！对面一大出什么？快看！因为我以为我大劫，可是我没有大劫。大劫。他出电刀哎、欸。然后嘞？他只能出电刀，他只出一个电刀，他钱只够出一个电刀，他哪像你那么厉害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怎么敢？我要告急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告什么急、哎？快说！我还没洗澡，我先吃宵夜了。你去死！哎、欸，你就跑啊！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汉子，哎、欸，吃到了，有点爽。哎、欸，凯洛，他追你们追到、欸、追到塔下，被塔打的时候，你直接开大，黏着让他继续被打。有、哦，刚开大了、嗯，吃到冰了，有点爽。你杀到一大师了、欸，对啊，他破蛋了，完了，他钱会变回来。哦，哪个？十三。这场输了也值得了。哎、欸，我很专业，怎么可能会输？不行，纵观。我们输就是输在你太骄傲。我吗？我吗？哎、欸，不像他在干嘛在？哪里？他跳起来就被杀掉了。那个。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有得打吗？要不要回头风筝他？没得打，没得打。回头风筝他。啊！我死了。哎、欸，屁啦！磕了。凯洛，你可以把你的两招全部丢在那一团兵上面、啊，就全部都是你的了。有，我一直在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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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，这样就对了。W 都还没点，感觉对面上路好像也星星的，星星的跟白金之星一样星吗？他绝对没有我星啊！那你这边还有臭腥味的星？就不要刀，不要刀。哎、欸，
可恶，是挂了，有点不爽。他好硬，他已经有被出装，那一只很赖线。哦，他杀小兵或附近有东西死掉一回血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他的被动啊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的被动，你看附近有小兵死掉。这三路我觉得很强哎、欸，我应该也很强，但是没什么。他出个正分就可以赖好赖很爽啊！耶，我的 ，Oh no， 也还是我的。他浪头哎、欸，真人真好。哦，寒冰霸权，是吧？是吗？叫你出那个不会哦，是听不懂哦，我、哦、是听不懂哦。你竟然没有拿那个来呛我？啊啊！因为你已经讲了也没有用啊，就听不懂了。哎、欸，上台要爆了。不是啊，我不是在讲那个。哪个？嗯，你说有趣多了那个？哦，那个，哦哦啊哈！你忘了？中了哦！我的，竟然是你的，怎么会？而且还刷档哎！神斧弓箭竟然没捡到！慢慢带，我觉得会赢哎。要不要考虑一直 Q 一直 Q 一直 Q， 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很可以啊！你要降模仿 OP 的嘞。哟、他没魔了，他没魔了，他打不会输。哎呀，不行！一次冰。哎、欸，我想他 CD 那么快啊！啊！那个东西吓到他，夺掉我的神嘲讽。神嘲讽。完掉，完了，又被他吸血打死。哎、欸，空大，死电死电。你有没有闪现？啊，没有。点他一下，点他一下，你可以缓速他。哎呀呀，来不及了。你身上有红，点他他会缓速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红。你身上有红啊？ Yeah. 真的假的？点他就缓速啦，对吧、啊？战略成功。凯洛成功推塔了。嗯，爽。哎、欸，凯洛，哎、欸，既然你这样子玩，你等一下去天赋那里点一个快速拆塔的天赋。哎、欸，也是哈。对啊，有个爆塔的、啊。狐狸，狐狸，减少死亡时间10%那个也要点。哎、欸，对哈。靠北。我看一下，啊、你我帮你配。啊，你被带走了。哎、欸，那骷髅头会拉人呢、欸，好可怕。哎、欸。凯洛现在在传送跟重生，然后就一直黏回去拆塔。好哦，传送重生，回城还需要挂吗？我看回城都没有在用哎、欸，回城跟点燃，传送跟点燃吧。传送没有回城，嗯，他写回城，我传送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挂。哎呀，闪过。我们等一下再来研究，我先吃东西。好哦，不要太进去。哎呀，爽他！那骷髅头大绝躲不掉吗？我刚刚躲不掉、啊，听到一个东西，凯洛。嗯，你有按过 B 吗？有啦，很少回城。你是在嘲讽他，都是被打死回家的，是不是？对、啊，我都是靠被打死啊，这样比较快。有啦有啦，我还是有，我有看过他 B， 有啊，刚刚在草里他差点被回城，你讲话真的很贱哎、欸，不是他刚刚说回城，真的各种嘲讽，我吓到了，没有，你不用吓到啊，我就是这么菜啊，我就这么废啊，我就是下辈子要哎，凯、欸、洛回来，他们过去了 ，Simon， 哦，那我要回家了，是啦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，各种回家，你的路不是仅限于山路？对啊，没错。哇，我就回去又出去这样，我在干嘛？哦，就这样哎。哎呦！哦，所以，哈哈。哦，你在那边超人吗？哎呀！Why is this guy？ 上路完全体会不到游戏的乐趣。不会啊，你体验到拆塔的乐趣，超越常人的拆塔。那我干嘛不去玩平板上面的塔防游戏就好了？不一样，这可以享受生与死，还有拆塔的乐趣。不要死了！那你是不是每个塔防都有吗？好像是哈、
哎、欸，得修。烂死人在干嘛？没啊，躲不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鬼步哎、欸，我 是没开到。你干嘛偷看我？啊啊！难得看一下、啊，不然可能明天就倒掉了台啊。嗯。因为今天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，一大师，看、啊、我的一剑又没有还没好，快，有了啊，可以跑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就对了，你开始学会如何正确的逃跑，可是还是成功，可是我学会如何正确的快速死亡，那你该往回跑，我这方面练得更加熟练。啊，什么？我要到中路了，我到中路会更惨吧？我到中路了，凯特琳注意哦，带着打，带着打，嗯，真好躲，哦，有点痛，先打 EZ， 先打 EZ， 啊 ，no ni no mama la sa， 哦 ，fuck you， 你炸死，红爷伊利头痛 ，you dead。You dead. A Q will give you dead. 不用欸。飞起。我也回家了。不行啊，我一定要出小姐。回老家了。骷髅头躺在地上的动作看起来好舒适，好舒适哦！大字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凯洛，你知道易大师开大、啊、跑会加跑速吗？易大师开大，所以他也会加跑速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刚在追你的时候，背后有一条一条的线哦，然后他缓速对他无效，所以你只能放那个风开始跑，你也不用回头 Q 他了。平凡好冷淡的边逃跑边讲话，觉、欸、得那是狐狸，哎、欸、是吗？是啊，啊小狐狸的研究，对不起啊啊！这里有只野生的死哥，收服他！我没有大绝，救命！我按错了，是个废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哇，是高复活哎、欸。不是那个地形。嗯。不要。那不是。一。死。哦。啊死人。哈哈。哎呦，这孩子這樣子把他打掉啊！哇，把他打掉啊！没有，有我被偷打了，有人在附近。没有啊，他是那是 EZ 丢蛋呢。哦，那是他的大绝。哦，对啊，飞到另外一边就对了。你都已经打了就对啊。哦。你就抢，哎呀，就抢那个台，枪法那么好，有山打你哦。啊，没兵啊！我看我直接干好了。哎、欸，推进去了！我被别人瞧扁到这种地步，实在也高兴不起来，就是。臭野人很愤怒的追着我跑。哦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我也会。我都，看我被追超远的，而且我还有鬼附。哎呀，继续推，继续推，还逃掉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哎、欸，好，对对对，好像在这边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。有烂面，可是他们人都过来了，有吗？
不过凯洛刚刚吸了一波了，你注意了。你要吃啊，不要吃，你不吃吗？哦，他来了。啊，谁啊？谁传送啊？哎呀！那我先出门喽。坏啊！你为什么都那么晚出门？因为他是坏小孩。我开始要出生命了吗？快挂了。他冲天要出个跑速哦。啊，跑速？对对对对对，需要跑。他从后面冒出来，哎呀！哦，让我放大绝死。那你，我刷卡好硬哟，我要死掉了，鬼步都开了，为什么还是跑那么慢？ I know what they desire.啊、魔防快要降到底了，魔防快要降到底了。欸，你好硬哦，为什么？这没天理耶。要不要开大了？532会死吗？硬你547，差15滴。你看，其实很肥。没办法，他不辣的太多了。他们打到自己家来了。不行，他们一大师好硬啊！应该就爆了吧？算了，我看我去帮你们好了。没有没有，应该爆了。咋？他挂了？哎、欸，要局了。对啊。输了，耶、yeah ！好啦，我可能要先睡了。睡了吗？那我们关台啦。嗯。今天你有点不太想放 YouTube， 还是不要放好了。哦不不，嘘。那我们先关台好了。欢迎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